冠名先生今年的佛法夏令营活动，今天举办开魂典礼。这项佛法夏令营活动，国父跟咱的乡公所拢真重视，特别派员来鼓励学童，以及感谢冠名先生对社会公益的热心。人民在四处办这种儿童夏令营当中，出现了特别关心，所以特别要求我们几位县政府的人员要来参与这个活动，要鼓励小朋友这几天要好好学习，将你所学的成果带回家。带回到我们的学校，跟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你们的学习成果。今年是冠名先生连续第五年来举办这项佛法夏令营。冠名先生是希望鼓励学童来亲近佛法，替社会种下善根。这个夏令营就是讲对小朋友的教育性比较措施了哈，所以会当让小朋友来参加这个夏令营，就是种着因的善根，哦，培养因。后一届，吼，对于这个团体生活种种，会当讲啊，出来出社会，较有在好，甲人甲人的相处。咱的乡长柯世文对这项夏令营非常支持，伊认为孩童离开电视、电脑来净化心灵、学习感恩，是一项真好的代志。我们是这几年来底五，这五年来底每年拢办咧佛学夏令营啦吼，啊，一年比一年啊，学生囡仔人愈来愈济吼，尤其是咱县内各迄个各乡镇拢有来啦吼，啊，所以伊这整个佛学夏令营最主要就是讲伫暑假期间啦吼，学生这囡仔吼，会当一个迄个收心的迄个迄个哦，较宁静的迄个心吼，啊，来遮四天三夜，这无这迄个电视的是甲电脑吼，啊，让恁囡仔整个心能够静下来吼，啊，尤其个。有一挂遐学佛的吼，会当感恩的心吼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啦吼。尤其今年啦吼，佫特别佫加入整个啊资源回收、环保、爱地球这个部分。我们实施这项佛法夏令营，拢总有四天的时间，参加的孩童伫大力家乡志工团体的带领下，将伫遮度过四天学习佛法的生活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